这台路由器可以给百度网盘加速，还有两个万兆网口，还能插 M2 固态硬盘，还内置智能家居网关。你猜这东西要花多少钱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这台路由器可能是你今年，也可能是我今年见过最神奇的一台路由器，叫它路由器可能都有点委屈它了。那它到底什么配置，表现到底怎么样？开箱看一下。哇，好帅。打开看一下，哇，这就是这个路由器本体，巨大个，一个说明书，看一下配件，一根六裂网线，好大一个电源，12伏5安，60瓦，盒子先放一边啊，看一下路由器本体，打开，可以，好帅。路由器整体造型比较简约大气，深灰配色，表面是磨砂质感的涂层，侧边有 logo 型号签字，正面是一个磨砂镜面设计，顶上是 FC 感应区，背面是 mesh 和重置按钮， USB 3.0 4.5G 双万兆 RJ45 电口，这个非常爽。打开看一下 M2 插槽，非常可以，先断电后装硬盘啊，这可能是担心小白误操作。然后支持4种长度的固态硬盘尺寸，可以快速拆装，挺方便的。小米 B1 Pro 采用全隐藏式天线设计啊，天线都在里边，咱们拆开看一下具体配置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，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。我是 Superman， 我是 Superman。 哇，终于打开了。OK， 拆开之后能看到这台 B1 Pro 设计非常神奇，顶部是12根 WiFi 天线，一个 NFC 天线，底下是双层主板方案，最大个的散热板不用担心过热，散热板底下是处理器、内存、PHY， 把主板拔下来，哎，无线芯片 FEM 滤波器在后边，拆下来之后能看到直接用了整块金属散热板，还兼顾屏蔽罩，散热板背面内置涡轮风扇，可以把机内热量抽出来。 OK， 咱们试一下散热效果啊，来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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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我发现这个风扇特别安静，然后现在是我开启了强制散热模式，才能听到一点声。主板侧边还有一个小天线，应该是智能家居蓝牙 mesh 天线，直接内置米家中枢网关。我花300买的中枢网关，直接打水漂。这个中枢网关有什么用呢？只要是路由器有电，不管有没有联网，米家智能设备联动指令都能离线自动化运行，响应速度更快，也不用担心设备没反应，用起来更省心。咱们既然拆了，肯定得好好看看具体配置。小米 B1 Pro 采用高通 IPQ5424 处理器， IPQ5424 隶属于高通跃龙系列旗舰 WiFi 7芯片，官方名称 N Pro A7， 支持全新的 AI 功能。处理器顶上是两颗南亚 1G DDR4 内存颗粒，一共2G， 可以跑 Docker。 N Pro A7 默认集成一个万兆网口，2.5G，小米觉得完全不够，加了一个瑞昱 RTL8372N 万兆交换芯片，再配上两颗高通 QC8111 万兆 PHY， 就组成了这个非常极限的双万兆 4.5G。 角落里有一颗华邦 512兆 闪存，用来存系统固件，另一张主板上两个 5G 无线芯片，高通 QCN6224， 2.4G 是老伙计 QCN5024。 OK， 路由器装好了，还差了一块230长度的 M2 固态硬盘，咱们上电插上网线试一下。打开米家 APP， 点击添加设备，自动识别出来 B1 Pro， 点击跳转网页，试一下 WiFi 名称密码就能进后台了。我最好奇的是小米路由器到底怎么用这个固态，在 G 的存储功能，我的存储已经识别出来了512G 固态硬盘，点进去里边是空的，返回试下百度网盘，提示需要登录。 OK， 进来之后打开百度网盘，我这个账号没会员，下载 ISO 文件试一下，传输列表这里可以看到下载速度基本稳定在 600K 每秒，还不错。同一个账号同一个资源， PC 版网盘只有 120K 每秒，提升了5倍，小米还能薅到百度的羊毛，不容易啊。如果资源下载完想存到手机，可以在我的存储里保存到手机、电脑端，使用这里的 SMB 共享服务，打开路由器地址的共享文件夹，直接就能下载，速度还挺快。如果你有苹果电脑，可以整块大点的 M2 固态或者固态 U 盘也行，打开 Mac 备份助手，就能用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给整个电脑做数据备份，双保险，不怕丢数据了。在网页端后台还可以设置虚拟内存，玩玩 Docker。 OK， B1 Pro 存储功能算是玩明白了，不过路由器本职工作还是上网测个速。 OK， 这个呢现在就是我的万兆宽带啊，然后这个底下有一个我的笔记本电脑，然后是通过这个雷电4
接着一个万兆网卡，这个万兆网卡通过网线连上了小米其中一个万兆口，然后另一个万兆口连上了光猫的万兆口，这两个灯都是绿色，说明现在是识别正常，都是万兆速率啊。然后这就是双万兆的意义，同时有两个万兆口可以让多设备同时跑满万兆。来感受一下，开始。5000、6000、7000、8000、9400、9380兆，基本完全跑满万兆宽带，速度炸裂。居友网转一个26G 的蓝光电影，搜一下，20秒直接搞定。爱囤小电影的，收藏游戏的，有福了。OK， 接下来是信号覆盖测试。我们工作室面积200平，要想一台路由器实现全屋高速覆盖非常困难。然后我又整了一台，来个 AMS 组网。一台 B1 Pro 放在客厅，一台放在办公室，测速。我在每个房间的中心测速，10个位置，最慢的一个都超过了1500兆，非常爽，速度拉满。使用专业软件啊，考好测试全屋信号覆盖 ，WiFi 热力图基本全绿，和测速结果差不多，可以放心全家覆盖，不用担心打游戏或者刷视频卡顿了。刚刚拆机的时候有说，高通 Pro A7 内置 AI 功能，这个 AI 是网络加速 AI 啊，不是对话那种大模型 AI。我试了一下，比较好用，一共有4个 AI 功能。首先是 AI 场景加速，可以根据不同流量的特征，优先保证游戏数据包或者在线会议的音频流、视频流不卡顿，实测电脑开线内下载。同时玩 CSGO 延迟基本没变化，非常稳。咱们上难度，5台手机满速下载，一台打游戏，一台上网课，一台刷剧，一台看直播，一台远程会议，5个花样没一个卡的，这 AI 自动加速就很香了。第二是 AI Mesh 漫游，一般家里如果有多个路由器，手机移动过程中信号低到一定程度会自动切换 WiFi， 有时候会卡顿一下，而这个 AI Mesh 可以提前预判是不是要切换网络了，先一步把准备工作做好，实测漫游不会掉ping，延迟波动很小，玩手游的稳了。第三个是 AI 抗干扰， AI 智能分析家庭网络，自动调整网络配置，保障信号强度，减少抖动还有延迟。最后一个是 AI 能耗管理，如果路由器工作负载低，会自动给处理器降低功耗，降低风扇转速，降低电费，能帮你省钱的路由器没见过吧。如果是主机玩的比较多或者外服游戏玩家，可以在游戏助手里打开悠悠，有帮忙加速，一个路由器能给多台设备加速，省事。 OK， 小米这台新款万兆 B1 Pro被我扒了个底儿朝天，不论是配置、做工、智能性、可玩性，还是测速或者信号覆盖，表现都非常不错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仅仅是个路由器，更代表了高端路由器新一代的进化方向。我个人觉得，高端旗舰路由器需要有5大要素：第一，超高速率，无线3频 WiFi 7拉满，有线双万兆起步，2.5G 多多益善；第二 ，AI 智能网络，游戏、影视、会议等等场景 AI 要自动加速抗干扰，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；第三，要有强大的全屋智能中枢，一机承载家庭智能设备互联；第四，扩展性要强，能内置固态硬盘，我是真没想到，配上 Docker 高级玩法彻底打开，甚至能装 Home Assistant。 最后一个要素，拜托不要把路由器搞得这么难拆，外观长得确实好看，但拆开要破坏外壳，真的会心疼。那什么人需要这台路由器呢？我觉得爱打打游戏、爱看、爱囤高清电影的，或者是高宽带2000、5000甚至1万兆宽带的用户，还有米家生态多智能设备的家庭，甚至小型工作室也完全没问题。毕竟这台 B1 Pro 规格太顶了。OK， 这期内容就到这儿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弹幕留言。我是小明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